当一份爱情和一份愧疚同时摆在他面前的时候，他会怎么选择？愧疚跟爱情，巧克力该不会有前女友？西恩，对不起，我只是想在这两个月之内替郑钧再争取一个败不复活的机会。三立特惠台周一至周五晚上8点，爱上巧克力。